那你想哥哥了吧？我们去接哥哥好不好？好。打电话，我打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林。我们家老大哈已经回家多日了，从初三上他老家哈，一直都没回来。今天我和小小六去接他哥哥，刚才把小小六哈从幼儿园接回来了。走。来，你领着来。你来。给那块肉啊，走。我可以这样。到他老家了，没得压哦。老大，你姥爷呢？他们上地了。上地了？啊。你自己在家了？啊。上地干什么的？干活的？种树的。种树了？啊。把老大说你栽树的，栽什么树？杨树。栽杨树哟。栽杨树。还有多少个栽的？栽完了。都栽完了。栽了五十七棵。你给我说了，给你帮忙干。妈呀，咱好活能干。这个老大哈，在这里一直从初三到现在哈，一直在这写作业的。前期哈，他在一代边给辅导的哈，他写怎么样了？啊？好。写就是啊，思维导图了，还有那个数学。记住啥？老大。啊。你想问好妈妈吗？嗯。给大家看这什么东西？它是棒。河棒。河棒。对，河棒。棒河。河棒。棒河。可真是啊，这个死了呀！哦，对啊，张开壳是那个。这个死了。慢慢看，来看我啊。挺溜是不是？哎呦！一不留意。晚上上哪里？上奶奶家吃饭行不行？吃什么饭？吃不知道，你回家问问你奶奶做什么饭。哦，今天吃不知道。今天晚上就不在这吃饭了哈，俺上趟就带着他奶奶去，上他奶奶吃吧哈。反正十五就不回来了。老大，少了，我俩有少不少东西。好，你给老爷再捡点走吧。来，走了。已经走了哈，俺走到这地方得嘎点凉粉吃哦，他这边凉粉好吃哦。还有凉粉吗？凉粉没有了。没有了啊。没有凉粉就算完吧。奶奶，我来了。你在哪？我来了。这什么？绿头，今晚吃绿头，买什么礼物？买个鳗鱼。怎么呢？不是，那是俺大哥买的。今天晚上用大锅贴绿头，上双边上刷点油，沾点水。你不沾点水就吃不着。哎，俺俩自己开始馋了。爷爷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开始吃饭了？你怎么那么馋？今晚就俺俩自己喝行了，我得回来噎他的，吃完饭就走。看着他喝行了。绿头哟，看着啊，你咋回来啊？绿头，那个筷子呢？好吃，真好吃。哎呀，你给我讲讲绿头的故事吧。咱这有什么可讲的？你是那时候给谁学的剥绿头的？给谁学的？给你奶奶学的。那奶奶跟谁说？你奶奶那时候你跟俺姨说啊？我奶奶。那是干蘑菇时间，啊，经常进干蘑菇上人家吃饭，进哪家的干活喝，剥那个芋头真好吃。他也是费工夫，这个大拇指就弄，真好。吃不了了。长大了以后哈，我学着我得回来家，那不就干活了？以后干啥的哈？我就剥芋头吃哈，我剥几回芋头，几谁吃了哈，都说的好吃。多人都没吃过，是吧？但很多人没吃过，调的有味儿，它就是好吃，还一层层的。并且它是这个丝面的，做起筋筋的，看起来跟饺子差不多，切饺子似的哈，但是真正吃起来比切饺子好吃，啊，这个有味儿，哎，你说，严格来讲，这就跟锅贴似的啊，这就标准锅贴，这就是锅贴，那个我找我吃过那个锅贴，就是饺子皮的软的乎的，就是饺子皮那么差，它热着。那块真好，
我来讲哈，路过了，那时候在饭店吃饭哈，只要是那人好吃的哈，我得来家非得到这试试。结果就是不能，我关键我好研究这个吃饭。除夕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哈，在评论区里有很多朋友说俺俩是不出声，其实俺俩不出声，俺俩就是微波饭。嗯，你走，这一刀，不是你俺打那个后喝酒什么的，俺俩喝行了。他那花生米这是？我吃了他俩。这花生米，这都什么？我是给吃的辣。你先放下，你先放下。现在饭已经吃完了哈，就准备回家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哈，喜欢的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了，走。